我们一下哈，这个台湾在将来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洛杉矶呢，你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期望？还有你自己本身有什么目标吗？是，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洛杉矶服务。非常很久以前就听到洛杉矶的侨胞非常热情，来了才第一天，我充分的可以感觉到以往的传说。我希望我能够接替我们同事以往在洛杉矶辛勤的工作，所展现的成果。我希望能够接下这个棒子。也希望各位亲爱的侨胞能继续给我们支持，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加油，谢谢。